嗯，好嘞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你尝尝。老陈的意思呢，是让我再干两年。您不会开了我吧？嗯哼。周总，我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。 明白就好，不能开除我。周总，我的业绩从来没进过黑框，而且我还帮着干过，分担了好多行政事务。我最近有一个重成的大项目，我已经接触到了他们的负责人柴主任了，还有我已经……哎呀，你先看看我做的这些报表吧。总之，您不能开我。 说完了，说什么了？反正简单，还听他说呗。周总，周总，好，轮到你了。他们都说什么了？ 你说，什么事儿？好消息，什么叫好消息？啊？老曹的设备换回来了。嗯？什么时候？就刚刚啊。谁还的？ 我刚刚问了法务了，ONG 的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，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蹊跷，跟你没关系的事儿，就少问。我就是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。昨晚我跟我老公商量了，我老公说大不了就让我辞职算了。哎，这公司每一分利润。 都是我们销售部一单单做出来的，这为什么一有事儿就拿我们销售部开刀？顾奶奶，我还真不伺候了。我倒真想知道这销售部哪一单是你做的。嗯，你的人戴上这听红茶，从我眼前消失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这种事儿有什么可上火的？这我见多了，从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。我怎么胸口突然间这么闷啊？方薇，帮我开一下那边窗户。啊？ 我说让你帮我开一下窗户。窗户不是开着的吗？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